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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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则的感应故事，今天第十四则闻常住二字的感应。扬州有居士啊，我们在扬州呢。这个居士啊，他不信大不涅槃常住佛性之理，更闻常住二字不堕恶道。涅槃经里说啊，听到常住两个字就可以不堕三恶道。生不信云，他不相信，那他还品头品足了。他说闻一部经典，闻一部典，犹不可免恶道，况二字乎？把整个这部经听完了，也未必就能够免三恶道，何况听两个字呢？这就是凡夫之见，往往都会这样的啊！你这两个字就不堕恶道啊？后时居士违戒而死，得了点小病就死掉了，心上稍暖未发脏，他的心窝上还有点暖气，所以呢，家人就不敢把他埋了，放那里。过了七天，他醒过来了，武至阎摩天子城，王柯云到阎罗王那里去了，阎罗王就呵斥他，如谤生经，报在阿鼻，你呀、啊。诽谤这个啊《大涅槃经》甚深经典，要堕落阿鼻，儿时一持因果，白王言：设谤故堕恶道，闻常住二字故，亦可避恶道门户。啊，他的辩才还不错呢，敢跟阎罗王那个干上了。他就是我要堕恶道，可是我也听到常住两个字了，那我诽谤堕恶道，我听到这个可以避恶道了。时空中忽有光现，光中说偈云：若信若不信，才闻常住字，决定不堕恶，即胜不动国。不管信还是不信，像这个人他肯定是不相信啊，他不是信心闻到常住二字，他是不信的。但只要你听到常住这两个字，决定不堕恶道，而且呢要往生不动佛国，王欢喜而放还啊，阎罗王欢欢喜喜就把他放回来了。自说此因缘，流泪修行。从此之后啊，他就精进修行了。临终之时得不动国迎呼，那么到他临终的时候，就得不动国土的阿毗跋致佛来迎接吧。这也是出在《三宝感应要略录》啊，简单就这么说。所以这一段啊，同样让我们觉得殊胜啊，稀有。很赞叹，很感动。听到常住两个字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听闻甚至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功德殊胜不晓得有多少倍，一定是超过百倍千倍万倍以上。那么这个常住它代表什么意思呢？啊，下面上人会有解释的。那这个居士呢，他虽然学佛修行，但是他信的是一般的法啊，佛法呢，八万四千法门很多，他对大波涅槃常住佛性的道理啊不相信。所以大波涅槃呢，也就是指涅槃，啊，就是大涅槃。大涅槃就是佛的境界，像阿罗汉呢，就是啊这个小乘涅槃。大涅槃就大灭度，解脱佛的境界。佛教有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即净。判断一个宗教或者思想是不是属于佛教，可用这三法印来检视。合乎这三法印的就是佛教思想，不合乎的就不是佛教思想啊，所以叫三法印嘛。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即净。所以如果不相信这个，那他就不是佛教徒，因为佛教的修行目标就是要体证涅槃即净。我们听到别人很多讲法，他属不属于佛法呢？就拿这三法印来衡量。
如果他强调我啊不了解无常，也不以证悟涅槃寂静为目标，那就不是佛教。常住就是不散不失不异不灭，连接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超越时间，恒久存在，永不生灭变异。这指什么？就指佛性啊，佛性是常住的，肉体有死亡，佛性呢常住永不死亡，思想念头有变异，佛性常住永不变异，永不散失。超时间超空间，这个就是常住。世界没有常住，只有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性是永恒存在的，不会改变也不会消失，这个就是常住。啊，打个比喻说，一面镜子，湖来现湖，汉来现汉，外国人中国人花草树木啊，飞鸟走虫都可以在镜子里边啊来来去去显现出来，但这个呢都不是常住，只有这个镜子本身，对，它是啊体心坚固不动的，它这个就是常住。我们的心觉知外面一切事物，这个都是生灭的啊，起起灭灭，生生落落，那我们能觉知的这个心体，所以佛性它就是常住啊。像虚空这个云塞暗屯啊，了寂非空，这个都是跑来跑去的，不是常住。那么虚空的本身它是常住，我们的本性也叫做佛性真如。我们的肉体啊有所谓生老病死，但是呢本性没有动摇，没有增减，也没有改变，这都讲佛性。宣说这种教理呢就是佛教。世间的宗教哲学理论很多，可是都不宣讲这种道理，所以呢他们所讲的就不是真理。我们怎么判断是不是真理呢？因为如果是真理的话，应该就是本来就存在，永恒存在，普遍存在，这才是真理。所以大般涅槃常住佛性的道理，你还有一个开始，那当然就不是真理了。真理是本来就存在的，才是真理。所以佛说法，他说这个啊，诸佛出世，诸佛不出世，诸佛宣法，诸佛不宣法。那么所以诸法即灭相，本来如是，就是这样子的。佛并没有私心说，哎，我出世了，我要怎么创造真理。所以诸佛不出世，真理还是这样存在着，永恒存在着，只不过呢不被发掘，不被了解和证悟。大涅槃经呢就说，如来常住，众生都有佛性，一禅体也能成佛。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虚无之身，无极之体，这就是常住。能够讲出这些道理的人与法，可说是非常的珍贵，非常稀有难得。能够讲出这种道理，那当然就是佛了。能讲这种法，这就是佛法了，甚甚微妙。宣讲这个道理的地方，一定有护法神在保护，有天人在恭敬，因为宣讲这一法，听闻这一种法，向着这一种法修行前进的话，就能够超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就能够成就佛果，将来广度众生。因此这种法是非常可贵的。那我们六字名号就更可贵了，能够听闻常住两个字的话呢，他就不会堕了三个道。可是这个居士不相信，他就评论，他就听完一部大般涅槃经，恐怕都难以避免堕了恶道，何况听到常住两个字呢？所以往往都是有自己的叫做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凡夫的狭劣之见来测度佛菩萨的不可思议的啊法门利益，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有人讲了，念阿弥陀佛几个字就成佛啊，你把经读完了他不行了啊。这个以他的思想认为读经很殊胜，你不行，但不知道念佛就可以。他只是发出这种评论，就已经造下了谤法的业因，将来必定堕落阿鼻地狱。
所以呢，他生了一点小病就死掉了，这是要教训他的。哪有一小一点小病就死了呢？啊，这个阎罗王去了，阎罗王很生气地说：“你诽谤大乘佛法，身经，那就是这个《涅槃经》啊，应该堕落，抱在阿鼻地狱。”他一听到自己将入地狱啊，当时就急中生智，只怕我们还没那两下子，到时候急在阎罗王面前不能急中生智了，小腿发软。他想起来，既然诽谤常住两个字就有这么大的罪报，那么如果回转信受尊重这两个字的话，岂不是也能够脱离这个果报？他还是蛮有智慧的，这就是对称关系嘛。你诽谤这两个字罪也很重，那翻过来赞叹信顺，那不功德就很大了吗？所以比方对父母如果不孝，那罪也很重，如果孝顺，那功德就很大，福报就很大。所以呢，他就为了说设榜故堕恶道，闻常住二字亦可避恶道门户，道理还说的挺好的。那么假使因为诽谤的原因堕入恶道，现在我听过了，当下应该可以关闭恶道的门户，因为经中也这么讲的嘛。他这段话一说完，空中便突然现出光明啊，这空中现出光明到底是谁呢？或许是主古佛啊，或许就是法身佛的显现，或许就是大涅槃经的作用。光中还有声音说了一首偈：若信若不信，才闻常住字，决定不堕恶，即生不动果。不管是信还是不信，只要听到常住两个字，决定不堕落恶道，那等于说虚空中的身影、虚空中的光明来为他证明，来为他消业，来为他关闭三恶道的门户，而授记他将来往生不动佛国。东方阿处毗佛，阿处毗佛就是不动佛。这个阎王听到啊，也很欢喜，很赞叹，把他放回阳间，所以他是这个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起死回生，很感动，很忏悔，然后呢就痛哭流涕，专精修行。可以推测的是，临终的时候一定获得不动国的佛菩萨来迎接，因为如是因，如是果。这是一段。下面呢，上人的评论和开示很好的。这段典故啊，同样殊胜，同样让人赞叹，但越是令人觉得稀有殊胜的，越是令人难以相信。因为佛法是佛的境界，我们凡夫渺小的聪明才智如果推测佛的境界，就像萤火虫的光明要跟太阳光相比是不可能的。佛法大海，唯信能入，所以对于佛法我们只能信受。你说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所以佛法有时候是不讲道理的，你讲道理你也没法听，你也不明白，因为佛法的道理实在跟你没法讲道理，就是这么样子的。比方我们一个人啊，跟一只蚂蚁，你站在这旁边，蚂蚁知道你站在这里吗？它这小蚂蚁点在地下爬，它爬到你脚趾头，爬到你这个手指头。那有时候蚂蚁上身以后，你发现它在这爬爬爬爬，它也不知道这是一只大手啊。那你跟它讲道理，它怎么明白呢？啊，就是一个事实，就把它拿来放哪里。所以佛法对，特别佛的境界跟凡人讲，怎么跟你讲道理？不可说，不可说，不讲道理。那我们呢，也不要去辩这个理了，就是唯信能入，你没有办法，只有相信。听到常住两个字不堕落恶道，你说这怎么讲道理？听到阿弥陀佛愿生极乐都能成佛，凡夫都能成佛。哎呀，昨天晚上跟这个我们宗智法师谈话以后，也有一点这个启发，就觉得这个听话特别重要，唯信能入，信也就是听话，就相信，听话特别能增长福报。那个福报增长太大了，不听话你就是要受了好多苦。你看这个释迦牟尼佛说：“汝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阿弥陀佛说：“啊，要欲生我国，
十方诸佛说啊，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我等诸佛皆来护念，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如果我们听话以后，我们要赚多少福报，你们知道吗？啊，有一句话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听佛一句话，胜修三大阿僧祇劫。若我们赚多少福报，净土门的真是孝子，真佛弟子，我们听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十方诸佛的劝导，愿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听过这么一句话，你就少修三大阿僧祇劫，难行苦行。正道法门的这个修行者，他不听这句话，他还去自己修、自己摸、自己弄，三大阿僧祇劫啊，这个福报是怎么来衡量啊？啊，自己去修行转来转去，好像在一个危险的地方一样，人家告诉你，其实这个过来人他知道的哪里是这个出路，其实就屁股一转，后面就有一条道，但是他就是转不过劲儿，脑筋就转不过来，然后呢自己去找路，哎呀，这个跑到山林当中去，就是给毒蛇咬一口，给老虎咬了个半死啊，好不容易拖着条命，然后呢刺儿挂在身上，道子伤害了，绕了好不知道好大的大圈绕回来，哎，发现哎，我找到这条路口了，发现还是当初人家告诉你的，一屁股一转不就到了吗？转这么一大弯过来，但是个老虎咬死的，个毒蛇咬死的不知道多少，才有人一两个转回来找到这条路口了。你绕了一大圈，还是南无阿弥陀佛，十大愿王，导归极乐，这条还是这个路口，早就告诉你了嘛。所以这个就是没有福报，听话很有福报的。你要听，你看啊，你要听这个父母的话，很积福德。啊，听过来人的话，你就少走弯路。啊，听领导的话，你得到重拔，哦，不对，提拔重用。啊，你要如果听国王皇上的话，那有奖有赏，对，你不听话，那马上就坐牢。这个就是很有道理。那我们听佛的话，非常的长福报。这一想，真是赚了。净土法门是佛力的法门，是完全他力的法门，是弥陀救度的法门。不论信不信、敬不敬，只要我们只能没有条件的一教奉行。这话说的干脆，你不要谈信多、信深、信浅、信不信啊、敬啊、亲近不亲近，我们其实没有这些资格谈这些的。我们只能无条件的一教奉行，也就听话去做，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佛。能够这样的话，大善跟大福德就在我们身上，赚了福报。如果想以我们凡夫有漏、有限的能力去推理、去打问号，也就是不听话，啊，自己就是去疑问一下、推测，是这样吗？真的这样吗？我要去试一试，啊，我要去探测探测，这就失去了大善跟大福德和大利益了。人脑筋啊，牛脾气不转筋儿。碰到阿弥陀佛，你就不要做牛脾气了。所以我们这个他力法门呢，是不可以用自力的观点去衡量、去推测，自力的观点是没有办法作为标准来衡量弥陀救度的法门的。你只能无条件信受。这里所讲的常住啊，其实等于在说明涅槃的道理。涅槃有四德，大涅槃四德，所以常乐我净。常就是长恒不变不失，乐就是平安，充满了安详的喜乐，我就是不老不死，永恒存在不变化，净呢就是没有贪嗔痴妄想杂念这种种的污染，是清净无垢的。所以常乐我净如果要解释起来一大堆话，那上人这里的解释很简略也很实在。我们的佛性就具有这四种德性和功能。我们这个弥陀救度的法门可以说是大涅槃的法门。在我们弘扬寺的山门上就有一个门，门匾叫做涅槃门，因为我们是涅槃的法门。善导大师说，极乐是无为涅槃界，
既然是无为涅槃的境界，表示极乐世界三种庄严都是涅槃的。哪三种庄严呢？佛庄严、菩萨庄严、国土庄严，这都是涅槃的。国土是依报，佛呢是主，众生啊就是菩萨，属于这个正报里边的圣众拜。这几段法语都反复解释过的啊。起诸声闻，菩萨天人智慧高明，神通洞达，神通一类，行物一转，接受自然虚无之身，无极之体。那是这样，那唐然大师说，不断涅槃得涅不断烦恼得涅槃，得涅槃境，得涅槃分。涅槃常乐我净，净就是清净无垢，没有贪嗔痴这些烦恼。所以呢，按圣道门的修行啊，要获得涅槃，至少要断除烦恼。可是论我们的根基，烦恼有断吗？没有断除，烦恼炽盛，妄想繁重。尽管我们烦恼未断，可是却已经获得涅槃的成分了。这个就像前面的昆虫蓄内一样，不是他们的智慧功德修行，是完全依靠外来的力量、外来的增上缘，使他们有那种果报。我们之所以能够不断涅槃而获得不断烦恼而获得涅槃的成分，当然不是我们的智慧跟修行，而完完全全是阿弥陀佛功德所赐给我们的，完完全全是依靠阿弥陀佛的救度的。所以我们说净土法门是他力，而且是绝对的他力，完全的他力，道理就在这里。那么世证当然很多，比如说这个数文律藏证罗汉果，这个昆虫沾水然后洗，就是读华严经的高僧洗手的水沾住昆虫，他就升了天。你说他有什么力量修行闻到常住两个字，不论信不信就不堕三个道，你说有什么可思议吗？这完全是佛力法力。那我们只要依靠这个名号的功德，成佛往生度众生，统统在里边，这就是涅槃的法门。那如果就法来讲呢，大涅槃经所讲的也是涅槃之法，可是我们根基达不到你就法不相应，所以对我们来讲几乎呢就是没有作用的。他还没说闻到常住两个字就立即去成佛，可是我们这个不一样闻到阿弥陀佛若不果遂，不取证据，专称名号，决定往生成佛。阿弥陀佛救度之法也是涅槃之法，同时又是我们所能拥有、所能达到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岂不是唯有这一个法才是真正涅槃的法门？那道绰大师他就是一个涅槃经的大法师，一生讲过涅槃经多少遍？24遍，还是48遍？反正讲过很多遍。11遍。那到最后呢，他也放弃了，来专门念阿弥陀佛。所以是从那个涅槃法门到阿弥陀佛涅槃法门。涅槃就是讲一个道理，涅槃常住佛性的道理，让我们呢，升起成佛的希望。那么真正的成佛，万修万人去的，能够成佛的，还是在阿弥陀经，阿弥陀的救度。所以这里的十几个恩田、敬田、果报的典故，都能够说明孝顺父母、敬重三宝、依靠佛法殊胜的果报。相反，不孝父母、诽谤佛法，得到可怕的恶报，来显示殊胜的佛法的殊胜可贵。尤其是佛法当中净土宗信受弥陀救度的法门，属殊胜当中的最殊胜，方便当中的第一方便，了义中的无上了义，圆顿中的最极圆顿，超情离见，不可思议，就是我们这个法门后面有这些话，那么有的听懂听的听，有的要解释一下。方便中的第一方便，这个方便呢就指他这个善巧方便，就是简易吧你做得来的，给你这个方便，方便里面的第一方便，
了义，了义当中的无上了义，就究竟法门，比如说禅呐、这个华严啊、涅槃都是了义经法，但是他就缺乏这个第一方便，你又不能开悟，也不能切入。那么了义当中无上了义，连我们这样的愚劣根基也可以就近得到利益的无上了义。圆顿、禅密、天台、华严都讲是圆顿法，圆顿法可是根基不相应，或者说不能断惑证真，那仍然呢是次第的利益。那我们这个呢是最极圆顿的啊，五乘其入，这个人天善恶其德往生，道比不道比无殊，其同不退，超情离见，这句也是非常好的，超过我们的情感思维，超情离，离也是超越的意思啊，离就是见，就是见解，离就是情嘛，是情感，见就是理性，什么感性啊理性啊都超过的，见也是见识、见解、思维、道理等等，情就是感情、感性、感动、感恩，统统超过这一切，有感动没感动，有感恩没感恩，有理解没有理解，只要成名决定往生，这叫超情离见。不是说你信了多深啊，你这个理解多深，这个还是前方便的，因为信的深理解的深，你可能在这个法门里边就容易切入不容易退下来，这是凡夫就这样，因为你有这样的情有这样的见，所以对破你对治你，然后就说呢你理明信深，那么有了对治之后呢，你就可以在这个念佛法门当中安稳下来。那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把这个扫荡掉无所谓，就直接念下去一样的嘛，超情离见，不可思议。往往讲不可思议，我们都在用可思议的心在说，哎呀真是不可思议啊，你看我念了佛之后怎么样了，哈哈，又变成了可思议了。念佛啊，像早晨太阳起来了，你看一片阳光，太阳起来了，我们会以为阳光，我们要告诉他说，哎呀你要从大门照进来，你要从窗户照进来，我们有必要给阳光指示这个路径吗？你不用，阳光升起来，千家万户该从哪个缝照进去它自己就照进去了，哪怕留一个小缝隙它就进去了，它自己会找这个路线。这什么道理呢？我们念佛这句名号就像阳光一样，我们这个心识你不必要限制它，说呀我要这样念佛，阿弥陀佛你要这样救度我啊，不要带念佛，就是念佛坦坦荡荡任凭阿弥陀佛的救度。什么叫任凭？不要给阿弥陀佛规定线路啊，你这个阳光要从这里照进来，不必这样，甚至不要教阿弥陀佛走路，阿弥陀佛你这样走你这样做那样住那样行，不要你教阿弥陀佛，他会聪明的，他自然的就阳光普照，佛光普照。就是说我们念佛不必带过多自己的个人的色彩，比如说要带怎样的观念啊，要带怎样的观照，要带怎样的观想，这个都是啰嗦，通通用不着，这个会障碍弥陀的救度，会限制弥陀救度的功能。这句名号是充斥宇宙法界的，所以念佛以无样为样，你只是呆呆的念佛就可以了，只要这样反而名号的功能会完整的显现出来啊，不要给它限定我要这样那样，你就是只管念佛，南无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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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任凭弥陀救度。因为我们一般听到讲念佛的，有人念佛比如说喜欢观想光明，哎，佛从头顶上灌下来，然后黑烟啊黑啊是扫掉，这也有经典教导的，但其实在我们法门里面用不着这些，也不用，我们也做不来，而且可能还会碍手碍脚。你就只管放开心量来称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像这个观音下品下生的人，他能学得来吗？反正是这个不容易的，就一定是有障碍的。你说哎呀你念南无阿弥陀佛你观想吧，有一柱乳白色的清亮的清净的透明的光从你头顶上的正中那个缝唰穿进来，然后哒灌下来，然后到你的上身，到哎呀，你说都说不明白，他做也做不到啊，这个都是加入了我们的情感色彩，
加入了我们一种思维念。我们凡夫的思维念和情感色彩往往都是一个局限性的，所以呢，这个法门，我们弥陀救度的法门，反而是一种非常大方广阔，就你只管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完全就在虚空当中包围了一样。所以有的人在念佛提倡观想，我们这个法门倒不必啊，也不用这样提倡，也是我们做不来，也是不需要的。所以有一篇文章叫做《白目之念佛》，这篇大家可以好好看，就像一个白木头一样，呆呆的傻傻的，任你的根基就这样念佛就可以了。当然说，你说我的根基就喜欢东想西想，那也可以，那怎么办呢？就这个根基，对不对？就是很坦坦荡荡的，没有什么东西，很自然的，你只管念佛就可以。好，我们看第三节，忤逆办法为除摄取，为逆谤除取啊，是净土宗学的一个论题。犯忤逆谤法极重的罪人，弥陀本愿救还是不救呢？第十八愿说，不论何人，只要念佛必生极乐。但是唯除忤逆谤法之人，那就说不救。观经下品下审又说，忤逆恶人临终念佛往生极乐，灭除忤逆重罪。就同样是忤逆，大经呢除取除掉，观经呢摄取救度，如是相违，这样就两部经啊不一样。古之大德会通两经，有十六家，这古来的大德也都看到了，这两部都是阿弥陀的经典呢，可是说的不一样啊，所以就需要会通，就找出他们不同的解释的角度，说这不矛盾，这古德嘛释经都要解决这个问题。总共呢有十六家，而以净土宗的谭鸾、善导两组的解释最为有名，因为最为圆满、最为契理契机的缘故。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就知道说呢，历来对净土的法义也好，对其他经典的解释也好，古德是存有差异的，这很自然很正常。不要以我们的脑筋认为啊，都是大德法师，怎么会不一样呢？这角度不同，智慧也有深浅，立场也有不同，所以呢这是完全不一样。为什么看这就有十六家了？那么虽然有不同，这里边必然有所谓的胜和劣，这也是正常的，他怎么可能都一样呢？当然就有的更殊胜，有的就要差一些。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说，哎呀，你看都是古大德，我要说谁差一点，是不是啊？这个就不好了。我们不是人情说呢，这个他解释肯定是有差距的嘛。那第三点的启发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所师承。这十六家我们要依准哪一个呢？啊，以我们净土宗。当然一尊善导谭鸾，这第三点启发。第四点启发呢，不要搞人情。所以有的人读书啊，喜欢把这些搞人情把它揉到一块，然后自己有点综合，你就贵在有传承就可以了。那么对其他的解释，比如我们取这两家还有十四家，也可以作为参考，也尊重他们，也在这个对这个经典做个圆融的圆会。那至于说它的深深浅浅同意差别，那我们也可以比较得出来的。那为什么凡夫也能比较呢？凡夫就像病人一样，这个医生，我们虽然不是医生，不知道医生的水平高低，但是医生开的药吃下去怎么样感受，还是我们最有发言权啊，对不对啊？他的药吃下去很舒服，汗一出病就好了，他的水平肯定比你高嘛。啊，你也不是医生，你敢讲我的水平差？我虽然不是医生，我是病人啊，对不对？那你吃的药，我吃了五副药，我并没有好啊，而且我还更难受了。他这一副药一吃，汗一发就好了嘛。那么善导谭鸾这个医生的药一吃，我们汗一发好了，他不就说对着我的根基了，对症了啊？某某大德医生，你也是不错的，不过对我这个病你还差一点，啊，就这个并不是我们在这里挑挑拣拣啊，这是。学法
是要结合我们的根基。犯忤逆谤法啊，没有比这更重的罪了。那么这两种罪到底救还是不救？这有好几种说法啊。我们现在呢，就看谭朗大师的单复说。这问答应该大家读过的嘛，我稍微读一下。往生注卷上末八番问答的第二、第三问答，问曰：无量寿经言，愿往生者皆得往生，唯除忤逆诽谤正法。你看这个谭朗大师解释第十八愿啊，很简略，就用前面两句话八个字就解释二十八个字，愿往生者皆得往生，就这么简单，这多干脆，你看啊。这个皆字就是十方众生的意思，愿往生者就是自信心乐于生我国乃至十念，得往生就是解释若不生者不去正觉，简单的很，干脆。观无量寿经言，作忤逆施恶，具诸不善，亦得往生，此二经云何会？大约一经已具二种重罪，一者忤逆，二者诽谤正法，以此二种罪故不得往生。单复，这就是复罪两种。一经呢，就是观经，但言作十恶忤逆等罪，不言诽谤正法，以不诽谤正法故，是故呢得以往生。这样的回答，他是其实要引出第二个问答的啊。这个回答先从一个和两个，这大就是我们凡夫嘛，哎呀，两个重罪就更重了，不能往生了。但其实不停在这里，所以下面接着问。假使一人具忤逆罪而不诽谤正法，今许得生。复有一人但诽谤正法而误忤逆诸罪，愿往生者得生与否？说他也是一个罪，他只是诽谤正法，他没造忤逆罪，他能不能往生呢？他也愿往生，能往生吗？答曰：但令诽谤正法，虽更忤逆罪，必不得生。所以上谭朗大师的主要的意思，他是要说明谤法的人不能往生的，所以单复罪他目的是要说明这个。何以言之？说了三段。今言忤逆罪人堕阿鼻大地狱中，具受一切重罪啊，这是忤逆罪的果报。可是诽谤正法人堕阿鼻大地狱中，此劫若尽，复转至他方阿鼻大地狱中。什么叫此劫若尽呢？就是说比如说在我们这个世界堕落阿鼻地狱了，这个世界啊不断的沉住坏空，到最后火灾水灾风灾这三劫之后呢，这个世界就毁灭了。那毁灭了，这个阿鼻地狱也毁灭了。那毁灭了，是不是这些人就自己从地狱里跑出来了呢？不是的，就好像你看这个哪个地方发火灾啊，发地震干什么的，那把里面的罪犯还押解，换了别的这个那个地那个牢房震倒了，马上押解换另外一个牢狱去坐牢去。这个的阿鼻地狱坏了，也是业力押解到另外一个世界的大地狱去啊，合并如是辗转。然后那个地世界又坏了以后呢，还没有出来，又押解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近百千阿鼻大地狱，佛不计得出十劫，以诽谤正法罪极重故，佛都不明确说什么时候出来啊，实在太长了。所以这是第一个理由，就诽谤正法的罪啊，它比忤逆罪更重，忤逆罪就一大劫啊，五个就五劫。这个诽谤正法这是不知道多长时间啊，此界坏转他界，他界坏又转，辗转的去受罪。然后第二个呢，说道理，有正法者即是佛法，此愚痴人既生诽谤，安有愿生佛徒之理？他没这个道理啊，他不愿意往生啊，因为他生诽谤，不信佛，不信法，不信菩萨，不信有净土，不信因果报应，他怎么会想到自己是个恶人呢？自己会报应堕了地狱呢？怎么会想到说像他这样的人要依靠弥陀的救度呢？然后需要求生净土呢？那是不可能的，不符合逻辑的。
所以呢，他不愿往生净土，那这样当然就不能往生了。那接下来又说，哎，或许他自己想去啊。假使但贪彼土安乐，他我不信佛菩萨，但是呢，人都想快乐的嘛，对不对？而愿生者，那能不能往生呢？这样也没有道理，这个也不行。亦如求非水之冰，无烟之火，岂有得理？就之所以这个冰啊是有水才凝成冰的，这个火是因为点燃了有烟才烧成火啊，有这个木材它才有火的。那你现在把水拿掉，你说要求冰，怎么能够求到冰呢？所以水代表什么？代表他信佛法，代表有佛的存在，有菩萨的存在，他才有净土的存在，你才能够往生净土。你现在否定佛菩萨的存在，等于把水拿掉了，你要求冰，说我要到那个享乐，有佛有菩萨才有净土，才有常乐我净。你否定佛菩萨的存在，不相信，那么哪里有水？那就哪里有冰？拿掉了水没有冰，拿掉了柴就没有火，所以这样呢也是不能往生的。他主要是要说明这个道理。所以谤法不生啊，主要呢是没有愿生心的缘故。那么谤法不生两个原因，一个是罪重，第二呢是无愿生之理。那主要在于无有愿生之理，如果他回心愿生也是可以往生的啊。这下面我们还会说。我们看第二，那么上人的解释我们自己可以底下回去看书啊。善导大师呢未造已造说，逆谤除取问答，四十八愿中违除五逆诽谤正法，不得往生。经此观经下品下生中减五谤法设五逆者有何意义？这谤法不能往生，五逆啊可以的。说此意仰就一指门中解，仰就是很尊重的，仰平仰蒙，仰这个字啊就好像这个自己低低的在下面，头仰着对天上啊，就像我们看太阳看天空一样。那就是佛的境界，佛的恩德，佛的智慧非常的高，我们呢不敢随便解释，所以用仰这个字代表呢很尊重。如四十八愿当中除谤法忤逆者，然此之二业其障极重，众生若造直入阿鼻，力竭咒障无有可出。跟前面讲一样，这个罪太重了，造了之后堕了地狱，一大劫又一大劫在里边啊转来转去，惶恐不安，没有办法出来。所以呢，如来恐弃造思而过，方便止言。佛啊担心他造这个罪，方便制止他，这是所谓的抑止门。抑止门就是方便，就是制止。往往讲什么门什么门，就是从哪一个方面来说明的。方便止言不得往生，这是个方便制止的，亦不是不是也。本心来讲并不是呢不要救度，这是讲无量寿经还没有造，所以未造一止。已造像下品下生，下品下生它的缘起是谁呀？阿舍世，对吧？阿舍世都已经造了五逆了，杀父杀母，对不对？供这个提婆达多，这个提婆达多就破五合合僧，这都已经造了。所以取五逆谤正法者，其五逆已作，不可舍令流转，还发大悲摄取往生。他已经犯了这样罪了，就不要在意你怎么抑制呢？你已经造了嘛，所以哎呀没有办法，所以佛啊也是没办法的，又大悲还要摄取。不过呢一层一层的挡，然谤法之罪未为，又指言若起谤法即不得生，又方便的制止他。啊，那你不能谤法哟，已经造五逆了，那就救吧，可是谤法千万不能干了啊！此也是救未造业而解，若造还是得生。如果他有谤法之后呢，那还要说哎呀你这回心还要可以救的。所以谤法禅提回心戒网，就一层一层的抑制。
虽生虽得生彼，虽然能够往生极乐，花何尽于多劫？在莲花当中包起来，尽十二大劫。此等罪人在花内时有三种障碍：一者不得见佛，及诸圣众。莲花里面包起来了，这个局限了，当然不能见到阿弥陀佛、观音世智。二者呢，不能听闻佛菩萨亲宣正法。第三者当然也不能出来立誓供养十方诸佛。除此之外，更无诸苦。今人犹如比丘入三禅之乐也。除了这三点之外啊，没有别的苦恼了。像比丘到三禅乐，三禅乐是这个世界最快乐的。那有人听讲，哎呀，那算什么？不见佛菩萨就不见呗，不闻正法就不闻呗，不供养，不能立誓供养，我死念字儿，在里面有吃有喝有快乐，像三禅不好得很吗？还有什么苦啊？不知道最大的苦，你看圣人求佛法的人，都是以不能亲近佛菩萨，不能听闻正法为苦。所以有的人说，只要有吃有喝，不能闻法，我只学法我还苦着呢，背啊，要记啊，要怎么样？你看我们的心啊，颠倒之见。虽在花中多劫不开，可不胜阿鼻地狱之中，常时永劫受诸苦痛也。此意就一指门解禁，从一指门这个角度来解释就完毕了。虽然在莲花里边十二大劫不开，那比阿鼻地狱里面强多了。所以看了这两位祖师对唯除忤逆诽谤正法的解释，很感动。如果没有这样祖师的解释，我们就看不出来啊，这个十八愿本来什么人都要救了，最后又加了个唯除两个字，难免心中呢忐忑不安。如果老实反省自己，内心其实含藏着忤逆谤法的恶念种子。好，我们这堂课先到这里。